台湾民间信仰属于台湾丰富文化资源的一部分，由于社会群组、自然环境和政权变迁等因素，融合了道教、佛教、儒教、梵灵信仰以及多种外来宗教，逐渐形成了特殊风貌与多元文化的内涵。外地人想要搞懂真的是挺困难的。世界其他国家的人去了台湾，感受最深刻的除了自然、建筑、生活方式的不同之处，印象最深刻的恐怕就是台湾庙宇楼阁实在太多了，而且各有各的用处，各有各的代表和象征。你想理解清楚这些都是干嘛的，必须得学习台湾的文化和历史。所以小周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所知道的一些，希望对台湾民俗文化某一个或者某几个分支有所了解吧。道教、佛教、儒家很好理解，梵灵信仰可能台湾人知道，其他地方的人都挺难理解的。在台湾就是人类古老的信仰，包含自然、亡灵、树物的崇拜以及巫术、禁忌等等，当然包含还是很多的，基本上什么都可以往里套。就是因为台湾的文化中每个人信仰的东西太多了，所以干脆就不要分这么多门类了。台湾常见的神祇是玉皇大帝、观音菩萨、天上圣母、玄天上帝、三官大帝、福德正神、保生大帝、王爷、关帝圣君、三山国王、释迦佛祖等等，在全台众多的寺庙中供奉。但是各地神祇名称与造型有所不同，如果你非要分出一个差别，其实有一些还是挺困难的，只要知道什么神祇就行了。很多人会说，为何没提到妈祖呢？在台湾当然是少不了的。妈祖宋代兴化府莆田县梅州与林氏女，死后为人崇拜而成神，俗称林默，一般民间称为林默娘，其娘字乃对女子的称呼而来，而非其名。福建、台湾沿海一带民间称为妈祖，航海守护神。台湾海峡风浪险恶，先民称为黑水沟，先民渡海来台时常发生海难，需藉由妈祖的保佑寻求心灵的寄托。妈祖是泉州地区航海的守护神之一，也是贸易商业的守护神。台湾妈祖庙众多，又极富建筑之美，其中多座庙宇已被列为文化遗产。走入每一座妈祖庙，有如参观丰富精致的民间信仰与艺术博物馆，其中呈现的历史意义、建筑艺术、佛像特色等都值得细细欣赏、深入了解。小周第一次见，感觉妈祖制作精良，想必应该是诚心诚意的工匠精神打造的。祭拜和欣赏妈祖的雕塑，要从脸色、手臂、装饰、彩釉以及各种装饰来综合感知。我个人感觉，就是台湾本地人也不一定能分清楚到底有多少座妈祖像，每一个地方可能略有差异。围绕妈祖的民俗活动还是相当丰富的，如果您去旅游能赶上，也是一件很让人难忘的事情。一火一式，台湾民间寺庙也是历史悠久，香火鼎盛，或有分灵关系的大庙进香的惯俗，目的往往在于迎取大庙的香火，借以传承祖庙的历史记忆，或取得象征大庙神明的灵力。例如白沙屯拱天宫每年往北港朝天宫进香的目的，既是为了求取北港妈祖的香火。一火一式时，朝天宫的住持以金纸迎取朝天宫主殿光明灯中的火，并将燃烧的金纸放入朝天宫万年香火炉中，拱天宫的执事人员则不断将金纸投入万年香火炉中燃烧。待万年香火炉内装满香炉后，法师从万年香炉火中取三瓢香灰到拱天宫的火缸，仪式便圆满完成。在仪式过程中，朝天宫光明灯的火象征朝天宫妈祖的灵力，这种无形的妈祖灵力透过金纸燃烧形成灰的物质形式来分享、传承并延续。台湾还有很多仪式，数也数不清，小周看了很多文章，真的找不到一个系统阐释灿烂民俗文化的详细书籍，其实都是一些粗略的介绍，很难让人详细的了解。
再者，大陆人也不可能有台湾民俗文化的深度解析，只能一点点的积累，边学习边记录。听说他们还有迎王祭典、东港迎王平安祭典、建造西港王船、建造东港王船、龙山寺、城隍爷、城隍庙、城隍爷绕境、远近队伍台湾城隍庙举办城隍爷出巡，往往规模盛大，动员人力众多，所以有的每年举办，也有的多年举办一次。大陆人不明白，台湾人搞民俗活动怎么这么喜欢绕来绕去的，很多队伍搞得阵势很大，各种团、少脚队，只要去旅游日子对的话，基本都会遇到。可能作为大陆人，真的是几十年看不到如此正式的民俗活动了吧，有一些吃惊。台湾人越搞越正规，越搞场面越大，在大陆别说绕街了，刚策划就会被取缔，这也许就是差距吧。看看人家的大甲妈祖绕境活动也是非常出名的。有人说妈祖是台湾人的母亲，也有人说妈祖是台湾人最温暖的信仰。四面环海的台湾，在过去海上活动频繁，海神妈祖也成了台湾人心灵上的主要依归与寄托，更成为台湾民间最重要的信仰之一。其中妈祖的慈母意象，是台湾人在心灵深层次的感受到其温暖、慈祥、包容，也因此妈祖至今依旧普受台湾人民的爱戴。绕境活动也许就是一种祈福和对神灵的尊敬吧。这么看，精神世界丰富的台湾人在民俗民风方面的确也不落下，这样的地方怎么可能不富裕呢？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相辅相成，也许大陆人认为最多的就是物质世界富裕吧，精神富裕不富裕跟我们几乎没有关联，所以好多人不理解台湾因信仰而富裕到底是什么意思。不光是台湾，因信仰而富裕的世界上能找出很多例子。大陆人目前信仰权力、信仰金钱、信仰个人主义绝对的优先，所以我其实也没必要揭开一些东西了，懂得自然都懂，我们可能会心有灵犀一点通。好了，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是小周，咱们下期不见不散。